色鱼不用吐刺的鱼啊。你口一条鱼、啊。这个应该是小鲫鱼吧。听说过菜包肉，咱吃这个是菜包鱼吗？都好用。尝，让我尝一尝。这是粉条大白菜的。如果好奇啥味儿，你就炖点白菜粉条吧。全靠我这小料，小料提味。
这小料太辣了，真的都赶不上我这小料好吃。今天吃个高配版的螺蛳粉，炸蛋、大肠，先来个大炸蛋。那大炸蛋有点噎得慌。大肠，小料，给你们放个福利吧，我吃的这个是咱们家罗友家人的螺蛳粉，咱家卖了两年三年了吧，这个品牌卖三年了，三年了。然后呢36.8四包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包的话是330克，它是七包料一包粉，然后今天36.8立减2块，34块啪啪一下给您发两包，给您发三包，给您发四包啊，给您发直接发五包螺蛳粉34.8。今天所有在我这下单的，我再给您设一个3块钱优惠券，到手应该是31.8吧，31块多毛钱，给您发五包螺蛳粉。我从来没有做过优惠券，视频链接下边就可以直接下单，早拍早得哈。真是柳州当地的味道，老顾客自己囤起来。脱骨猪蹄儿，脱骨技术非常奥利给。有没有食欲？